水库中戏水打闹。夏天来了，阳光晒皮肤好，江河湖海危险多，安全二字他们有路，防范水患，远离溺水。阳光晒的，我是雷锋军官支队的，队伍老兵，也是咱们贵州志愿者救捞队的队长。雷锋精神还靠你我他，靠大家把雷锋的手臂打断，我操！